我是公关猎头的那2014年10月25号，然后南港段南港转弄进站了，火车都进了，前十分钟发车是1274中山线，还有苗栗，然后8188个小圈了，落下面干嘛站门都给我们打聚光片，然后就是跟他拜拜，然后用8188个小圈了，在南港呢停到1114中山港放疗的，人龙票人龙破票嘛这样，哇塞，一堆人，好，准备关闭车门了。南港一堆学生了，你看超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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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，要等他们人潮过了。好了，刚刚一次子落下面干嘛？专门就做给我们打电话。我的1127加上一个苗栗，用8188个小圈了。在南港南港没专门实力。A 次将三线开啊，放疗。哎，这个，运动不要运动跑，跳远三八掉跳远三七，运动不要运动跑。一次将三杠八零，42分才实力。啊，刚刚字，再见，拜拜。